福泉豆花。啊，听讲咧就呢度啊，布袋镇呢度咧有一个豆花系好出名嘅。啊，各位香港朋友，我咧就用翻广东话啦，因为之前咧有好多条片都系用呢一个国语同大家倾偈嘅，同大家介绍嘅。我依家咧就係改翻用廣東話，海港大道啊，呢度係海港大道。咁咧，我依家咧就係去緊呢一個呢一度係嘉義啊，布袋港布袋鎮啊嘅一個地方。呢一個係有個鹽田啊，有個荒廢咗嘅鹽田咁啊。布袋镇呢度咧，原先咧就系一个产盐嘅地方嚟嘅。咁呢度咧就系啲人咧系喺以前咧就系靠住呢一个盐业咧系过日子嘅。咁啊，听讲嗰个生活都唔系几好噶。咁我依家咧就系去见证下布袋镇呢度嘅过去嘅盐业嘅历史啦。咁啊，去一个。已經是荒廢了的鹽田了，還有一公里左右的路就可以到的了。沿途呢大家看一看這個沿海的一個小鎮，這個基本上是在海邊來的了。周邊的環境，我聽說呢就這裡呢是很多的香港的朋友嚟呢度係玩嘅，咁啊亦都有唔少係咧踩單車嚟呢度咧，係喺台灣呢度海線啊，呢係屬於台灣嘅海線。咁啊，台灣呢個海線咧就踩單車，環呢一個海線喺度到處去遊玩嘅呢度啦，係啦，周南啊鹽場，周南鹽場。周南鹽場就喺左手邊，我哋睇到有好多旅遊車喺呢度啊，好多旅遊車。咁啊，有唔少朋友咧就係嚟呢度旅遊，嚟呢度觀光。哇，觀光！我睇到有小朋友，哇，一大堆嘅小朋友，一大堆嘅小朋友嚟呢度咧，係應該係呢一個係出嚟做呢一個戶外嘅教育嘅。好熱鬧，好熱鬧！我依家咧就，其實應該係到咗噶啦，都有個延長啦，唔需要再去啦。點解呢一個導航仔喺度叫我向前行咧？奇怪啦，應該到咗噶啦，唔使你去啦。這個導航有時會發神經嘅。咁咧就我喺呢度咧揾個位置停低。哇！呢度有個樹蔭。樹蔭，哇！呢個天氣咧係仲係好熱嘅，下晝雖然已經係嚟到現在咧已經係九月嘅二十號噶啦，九月嘅二十一號啊，今日幾多號我都唔知道，唉，真係快樂不知日子過。咁啊，停低喺呢度先，喺樹蔭底度停低先，咁啊唔使曬住架車啦。曬咧，曬車咧，車咧，其實曬得多咧，嗰啲電子儀器啊，裏邊嗰啲都會唔係幾好嘅，所以咧最好就唔好曬啦。哇！呢度有個好似有個古厝啊，有個古屋咁樣，順便落去睇睇。咁咧就哇，今日好熱啊，想唔戴帽都唔得。諗住想唔戴帽都唔得。咁啊，睇下啦，要戴嘅話咧，始終都係要戴嘅。咁咧就啊，水啦，大家一定要備水啊！天氣熱嘅話，要飲多啲水。咁啊，依家咧就係、哎呀，呢、這個水咧好大支啊，好大支。冇個細啲嘅可以咧，大家咧即係咁樣嘅，揾個細啲嘅樽咧嚟裝，咁咧就唔會話咧搞到咧成身咧又重到乜嘢咁啦，係咪？
睇下飲翻兩啖先，飲翻兩啖先啊。嗯，哇！即刻喉嚨爽曬，講嘢聲音都清晰好多。咁咧喺呢度停低架車，先停低架車，然之後咧就係、是、去睇下呢一度附近有啲咩值得去睇嘅地方，咁啊同大家去介紹嘅。好啦，咁我依家攞車先啦，攞車先。哇！喺停車呢度咧，就睇到一間有啲古舊啊，呢間屋啊，咁啊去探索下，睇有冇咩特別嘢先。然之後咧，我哋先至去睇呢一個鹽田。感覺上咧就嚇、都幾特別，睇下第一次喺一間屋嘅門口睇到兩個。花瓶好似兩隻獅子咁樣擺喺度嘅，有啲荒廢咗嘅屋。入面都有好多荒廢咗嘅屋嘅。咁呢間屋咧，感覺上有啲特色。咁啊，有啲似四合院咁樣嘅。應該都是啲大户人家嚟噶啦，古代嘅時候或者大家睇呢啲感覺上面都有過百年嘅歷史咁樣噶啦。五色祥雲即善家，天真歲月人真壽，春滿乾坤福滿堂啊！龙飞凤舞，起起起！哇，墙面仲贴咗一啲嘅彩色嘅瓷砖，几有特色，几有特色。咁啊，屋里边咧就黑掹掹，哇，喺有啲好古旧嘅家私，古旧嘅家私，哇！大家看看是一张床的側面来的，木雕，有木雕，家私上面有木雕，这间屋祝新婚自喜，福禄鸳鸯，屋呢就空的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是得一個床嘅側邊嘅一個木板嘅啫。門係有木雕嘅，裏面有個神壇啊，有個神壇，我睇唔到啦，應該有啲家私。感覺呢間屋嘅屋主咧係有啲來頭嘅，應該係有啲來頭嘅。呢間屋係成個面積好大嘅，不過咧已經係即係感覺上係冇住人噶啦。呢邊可能有住人，呢邊呢間咧直情係爛到咧破爛不堪噶啦。這個就是我們在這裡見證翻啦，即係呢度可能是以前啊做鹽時期咧嘅一個大户人家嚟嘅呢可能。咁啊，隨住歷史嘅呢一個推移啦，隨住時間嘅推移，歷史嘅時間空間嘅轉變啦，人事嘅變遷，咁呢度咧就已經係嚇。一個可能一個曾經的大户人家咧，如今就已經係式微咗啦，人都入去流空噶啦，令人不勝唏噓感嘆。我哋呢度側邊咧係有
一個魚池魚塘，呢度有人住，我哋可以去試下訪問佢哋先。呢度係叫做新醋仔啊！呢度係新醋仔。你好，想問一下這個房子，是不是以前是一户大户人家？他伊讲这间厝是，他这是一个大户吗？还是领导诶？好像四合院那样啊。是一个大户对啦，阿妈。啊。有来就无咯。有什么历史背景啊？这个。来就迄种要做做咧改装，要做古董风格，结果办在古董诶，年年咧都算。嗯，是哦，他说，本来要有一又要整理，然后弄古董给人家看，哦，做成一个古迹给人家看。对，可是后来就人也不见了。哦，但他原来是什么人住的呢？你的口音好像香港人。哦，是是啊，是啊，你很聪明啊，你耳朵很灵啊。你从刚来啦？香港来噶，香港来噶。我来了好久了，八个月了。我来北工啊，对啊，我是环岛，我在进行环岛游自驾游，环岛自驾游。对，你是有在网络上看到什么？不是，我是要来看这个盐田，然后呢，哎，我车停在那边，看到哎，这里有个好像看上去是一个古房子，一个老房子。这边老房子超多啊。所以像他这样一个大户人家应该没那么多吧，老房子是很多。这户人是不是在以前盐业时候？没有盐的历史诶，对对，在那边，哦哦、在那边，我知道。啊，伊想讲，你这附近看看有啥物古迹无啦？有没有什么事迹啊？他这家伙。大河是那边啊，那边嘛无古迹。嗯。伊毋是做一个，敢若花，敢若黄的鱼池啊？迄栋遐啊。喷水的遐。迄嘛毋是古迹，迄嘛是来起遐，他啊创迄栋高碑林的。哦，高碑林。头前一排，迄栋遐一间庙，他做高碑林的。算不算以前的有钱人呢？在这里，因为拍盐，伊是讲，迄是毋是算有好业人落去用？不是，迄吼，迄就是风水人咧算吼，咧选咧镇长，县长，选县长啊，迄即卖人在头家做条仔的人，伊家摕来起两间古迹，买无是买，起一堆古迹，无要囥遐。啊，因有管理吼，专工摕去扛去遐去，无是过一迄种迄三角地吼，迄八角地是要起踮遐到起踮就是啥。这个房子有没有超过一百年了？每当多一栋，啊，伊遐大专工真一栋。哦，阿妈，这间厝敢有一百年啊？才八年有啊？无。哦，没有，没有，哦，对，没有，嘿，那嘛无，那是民国的时候，民国。可是这边很多这种房子哦，无啦，家边迄种一百年厝，因为啊，没有一百年以上的房子。布袋这边早期它是布袋港，然后它是一个，他们台语叫做布袋水，它是哦，我是对，华山基金会，对，它是一个布袋港，然后它非常繁荣，因为好像有一些商船。港口的关系，对，是。可是因为后来好像是因为一些传染病还是什么疟疾、乌脚病什么的，就整个就等于像现在那种封城、那种疫情，就整个封起来。哦。对，而且那时候医疗又没有那么发达，所以就因为那一次的疫情，所以它也就整个就是没有香港以前那么热闹、那么繁华了。所以它原本因为。在我们乡镇市来讲的话，镇是一个仅次于市，市最大，再是镇，再是乡，它其实是一个等级蛮高的一个镇，因为它以前很繁荣，因为现在没落了，所以其实它人口数现在大概起码人两万多而已吧，两万人都不到，两万多，像我们这边民雄的话，它都有10万的人口，这边才2万，而且民雄它还是乡，可是我们对民雄在北部，然后我们这。